打工英雄传二香橙风云是以80年代的香港作为故事背景，是一款现代武侠养成游戏。游戏中可不只是要玩家练功然后打打杀杀，而是要像一般上班族一样，周一到周五上班，周休二日放假，平日看是要认真上班获取业绩，或是打混摸鱼，还有和同事联谊来增加心情和机遇值。每个选择都和主角的未来发展环环相扣。到了假日就能选择要在真实的香港地图中闯荡江湖，或是好好的精通自己，提升各项能力。闯荡江湖理所当然就会有混混找茬，这时见义勇为的你就要以井字游戏的战斗方式降低敌人血量来击败他。每个框框都有着不同的功能，连线就可以发动技能造成大量伤害。想办法在职场中步步高升，也在江湖中成为人中之龙吧。